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3月1号早上的天气报告，我是陈恩俊。影响着华南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今天稍为缓和，不过早上的时候天气仍然都是凉凉地的。6点钟的时候市区的气温大概16度左右。由于好天加上西风的关系，辐射冷却比较明显，新界的地方好像打鼓岭只得11度而已。至于在卫星云图上面，我们看得到广东沿岸地区的云量都是相当之少的，我们预计好天的情况今天都会是持续的，预测将会是天晴，日间天气温暖和干燥，市区的最高气温大概会是24度，新界就会再高2-3度，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，风方面就会是吹微风的。至于跟着那几天，我们预计受到干燥的季候风补充所影响，今个礼拜后期至到下个礼拜初，广东沿岸地区的天色仍然都是普遍晴朗的，而且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大一些。所以我们亦都展望香港来讲，未来那几天都是大致天晴和干燥，不过要留意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一些。天气和大家看到这里，下次见。